湾门禁大厂茂旭资讯成立于1993年，长期耕耘门禁毒卡市场，在台湾有惊人的市占率，是台湾门禁市场的龙头企业。近年来，信箱管理成了建案规划的热门基本项目，而信箱管理系统经过了几年来的演变，也慢慢的符合建商、物业、使用者的期待与使用习惯。茂旭资讯也因应市场需求，开发出了符合业主使用习惯与管理方式的信箱管理系统。我们公司所推出的信箱管理系统，目前用于住户端的话，它可以透过读卡机的方式感应卡片，它会自动开启信箱锁。那管理者在于投信件时，信箱内的自动侦测模组，它会有提示灯的显示是否有信件存在。那我们的系统架构可单机可联网，所以住户可以用门禁卡取代 key 更于方便。那设备方面也可以扩充字幕机或外加语音模组，可以搭配茂旭所提供的软体，用户可以读取卡机时会有提供语音的资讯，例如挂号信可至管理中心领取。那目前我们这个红外线模组加 DU 控制的部分，在用于信箱里面的时候，除了它本身信件投进去有一个提示灯代表信件存在的时候，例如你想要再把灯引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做一个串并联的方式做一个灯出来，那你就可以把它设计在你的信箱上面，那这个时候外面也可以显示比较清楚这样子。本次介绍的信箱管理系统需搭配相关 IO 信箱模组，有单纯红外线感测的 AR401IR 模组，另有 AR402、AR403DIDO 模组，可扩充其他联动功能，或内建红外线功能的 AR405MO、2DIDO 模组。不刮手并可自动弹开的信箱锁 AR1213P， 另可添加相关模组，整合成透过云端使用 App 控制的云端信箱管理系统，我们将在近期介绍。如您对于信箱管理系统有兴趣，欢迎联系茂旭资讯。